一周刊陈美凤爱女考主播，遭民事主播劝退，钱很少。曾在民事嫁妆一剧中演出陈美凤女儿一角的女星郭亚棠透露，曾有意报道电视台主播，却被面试官民事主持人主播胡婉玲提醒钱很少而打消念头。据《自由时报》报道，郭亚棠说自己出道后也曾担纲展场主持人多年，也曾报考主播，却被面试官民事主播胡婉玲反问：“你确定你要当主播？钱很少。”后他到经纪公司面试，后果真立刻被签下，但又被董事长赞口调好，反问他想不想当主播，让他啼笑皆非。